在了前一阵啊，寒流是一波接一波来袭嘛，影响着民众出门关怀的意愿，而关怀数量大幅减少的情形，嘛，和台南关怀中心发出着汇丰的警报，目前严重欠缺包括着 A 型、O 型和 AB 型的货，现在三种货型的存货量拢低于三天的库存量，情况会当讲是相当的危急，所以台南关怀中心嘛，呼吁民众赶紧到关怀站来响应关怀救援。台南关怀中心21号表示，血液安全库存量7天 A 型需要大约1800袋，以及 O 型大约3100袋，以及 AB 型大约400袋。目前 A 型的库存只有87袋， O 型只剩350袋，以及 AB 只剩50袋，库存量都不到1天，情况相当危急，呼吁全家人民众尽速到关怀站响应关怀救人。因为最近气候冬春交季，寒流尾端不断的侵袭台湾，寒冷的天气大大影响着民众外出的意愿，也直接影响着关怀数量，本加南地区出现汇丰。尤其上严重欠缺的是 A、O、AB 型的货，现在三种货型的货拢低于三天的库存量，天气的影响必定会造成无货进无简单，影响到医疗用货的供应。关怀中心希望赶紧补足货量，在天气好天的时阵，也感谢民众发挥大爱，拜托关怀人会当到各地关怀站响应关怀救人。最新新闻，蔡碧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